走了一趟厕所，现在好像没有办法走回到那个座位上。这个滑倒是整个脚掌是这样往前这样翻的，哇，这种痛真的是。我明天来再看看。我刚走了一趟厕所，现在好像没有办法走回到那个座位上。这个滑倒是整个脚掌是这样往前这样翻的，然后现在连小腿都痛，整个晚上一直走这样。我用这个弹性绷带把它绑住，因为我可能弯得下去，用一点那个药布。哎呀，哇，这种痛真的是，整个脚筋。开始走了，我弯不下去，所以只能这样翻。不好意思，我明天来再看看。先这样，拜拜。我之前做的生意在澳门，那是一个正规的，也是合法的赌场。你真的把它赶出来？就是经营赌场，百龙岗经营赌场，今天就会很，那真正也赚到百亿之多吗？这个确实是有啦。那各位家人朋友，你得到吗？过去确实是有。那根据我这边跟他了解之后，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了。有一个神秘的林先生，最近被很多媒体把他起笔的兄弟，冤了，过去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样，未来怎么样，身家超过多少，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。OK，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林炳文先生，来欢迎这个。晚上好，大家。我首先要请教这个林先生，你刚刚就说有一搞的要什么背景图？任何的帮派，那年少的时候混过，这个我坦然理会，这个是确实是有的，这个我也不能说谎，这个已经是事实的，不能改变，所以就是向大家说明，帮派我是绝对没有参加过，那过去这些社会混过，的确有。那每一个人都有过去，那我希望就是趁这次我的过去大家有在关注，那过去是以前的事情，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机会不要再提这个事了。那也谢谢大家，那真的对之前的年少轻狂的那个不好的过去。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，抱歉。谢谢媒体人们的关心，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数字，那一个数字，过去我在那个海外确实经营的事业是有媒体所报的这些数字，但是全部都是一些数字。那你看我们全部都是我之前做的生意在澳门，那是一个正规的，
是合法的赌场。你真的把它赶出来？嗯，就是经营赌场，台东当经营赌场，今天就好谈。那真正也赚到百亿之多吗？这个确实是有啦。那各位家人朋友，你得到答案，过去确实是有。以我们目前的财富啊，没有像媒体讲的那么夸张嘛。那如果要说数字，确实有这个数字。那个，但是这个数字，又拿不到钱，所以它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数字。